分轻重。其实各位，你要清楚的知道一件事啊，很多人啊都跟你讲说啊，八字所有的字啊，它其实呢都非常的重要。可是实际上啊，并不是这样。各位，你要了解，很多的时候啊，你要知道说啊，你在拼命的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啊，有些字它根本啊。就是呢，你根本都不在乎哦，了不了解？也就是说啊，运它其实呢，它是有分的哦，运有分轻重，有重要的跟不重要的。各位啊，林静你好啊，并不是啊，所有的运都很重要，你要清楚的知道啊。其实啊，在现今来讲，在古代，你只要去看古书啊，你会非常的。看到啊，古书里面它都是呢以官为主要的判断依据。为什么古书都以官为主要的判断依据？因为各位，因为啊写书的都是什么？写书的都是当官的，都是呢进士。那进士呢，他们在研究八字的时候，他不会去研究跟他没有关的啦，他只会研究呢跟他有关的。所以呢，他既然是在官场，他当然就是呢。会以官场为主，所以你只要看到呢古书的话，你会发现到他们几乎啊都是在讨论官煞，什么样的情况会呢高中，什么样的情况会高升？这个啊就是什么，在八字里面跟你们讲，古人他非常重视官煞这个运势，所以呢这就是什么运有轻重啊。而在古代来讲的话，他们呢又会啊跟你。又会呢跟你讲说啊，八字有三宝啊，育儿小小爷你好啊，八字有三宝，而这三宝叫财、官、印三宝，财为养命之源嘛，所以呢，大家当然都会知道哦，当然财很重要啊，官又是呢最重要的，那印呢，印是要干嘛的？它就是要来保护日主的嘛，所以啊，印就是呢，在古代来讲的话，他会说这个人有没有贵气。用印星呢来判断，其实啊最主要的就是呢，因为官会克日主，所以必须要用印来保护。然而呢，在现在来讲的话，各位，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来讲，我们也是一样，跟古代都有所谓轻重缓急的这种运势。有些运呢，你根本都不在意。七七你好啊，什么运你不在意呢？简单的讲。现在的人很在意财啊，对不对？他也是很在意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工商社会嘛，所以呢，对于钱很看重，他也很看重官呢、啊。毕竟啊，一大堆人都是呢在工作的嘛，啊，工作一定就是看官嘛。那还有呢，现在的印星，各位，现在的印星有很重要吗？反观啊，不像古代那时候啊那么重要。所以现在的印星呢，它反而呢退掉了，已经啊。不是啊，现在很看重的这种东西哦。为什么现在的印星？小时候看你会不会读书，看的印星；长大呢，可能买第一栋房子，看的印星；工作上你会看印星吗？不见得。为什么？因为它代表是贵人运嘛。那没有印星，顶多就自己做而已啊。工作上没有贵人，我自己做，就这样子而已啊。周先生你好。所以啊，各位。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在批八字来讲，会随着呢时代的不一样，其实运势它的一个轻重也会呢有所提升，有所降低。那印星被降下来了，那什么星它被提上来？就是啊，古书里面最讨厌的食伤星。食伤，它在现在的社会里面，这一颗星啊，它被提升上来了。在古代，一讲到这一颗星啊，那简直啊，跟看到瘟神没两样。那现在呢，各位很多时候反而呢会看这一颗星哦。为什么？因为时空背景不一样，我们现在是属于呢高科技的这一种的社会，所以啊，没有人说一定呢要往官场去发展，你反而到一些高科技厂商里面工作，你的。收入反而是非常高，例如呢，台积电啊，例如
IC 设计、联发科啦这一种的、哦、Google 啦 FB 啦这种公司，各位他们不是呢那种很传统的公司，他们都必须呢有一定的技术，他们都要有所谓的技术，否则的话在他们的领域他们很快就会被打败。所以啊各位，这一种公司他就必须要有很强大的技术，甚至呢他们都必须呢要有所谓的研发能力。所以各位，什么叫做最新科技？最新科技就是以前没有的嘛，对不对？那以前没有他要怎么生出来？他就是要靠这个啊，食伤啊。各位你要了解官煞是什么，官煞是一个限制，它会限制你、哦、你最多到这里，食伤叫突破限制。所以啊各位，推动这个社会会往前，就是会越来越进步，它是食伤的特质，它并不是官，官只会限制你、保守传统，而是呢食伤突破这个保守。所以各位，在古代这是非常不好的一颗星。为什么？因为在当时候流行的是什么？官运。所以啊，一命二运三风水四读书，他在讲的靠读书改变命运。为什么？就是呢读书去考官嘛，你才能够改变你的社会阶层嘛。甚至啊我们都知道，以前商人啊很有钱，可是他没地位，他照样要去买个官来提升他的地位。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在古代的社会跟我们现在的社会观念不见得是一样。所以啊观念不一样的情况下，各位你就会知道说啊，我们所重视的东西就会不一样。那古代它是一个非常保守，因为都以官为主嘛。那我们都知道古代来讲，为什么儒学呀、儒家呢它是帝王最爱用的。各位为什么帝王最爱讲求儒学这个东西？难道每个帝王都希望你们有仁爱之心？那只是表象而已。其实呢孔子有一个东西啊他最喜欢，叫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啊，其实儒家非常讲求的是一个社会观念，这个刚好就是正中啊皇帝最喜欢的，每个人安居乐业，你不要来唱反调嘛。所以啊各位，在古代为什么很重官的原因啊，官就是阶级嘛，你不要啊来唱反调。那现在呢不是啊，现在比的是谁有能力嘛，你有能力你可以去创业嘛，啊完全不一样啊。所以食伤这一颗星呢、啊、它在古代的时候是非常糟糕的一颗星，可是呢你拿来现在社会的话那不一样啊、哦、那不一样啊。这就是什么？社会背景的不一样，八字的运势也会呢有所轻重，会改变。然而呢再怎么样，其实啊在八字里面我们呢、啊、都会说啊，身弱要比肩印来呢作为你的用神，让你们能够变好。所以比肩这个东西啊好像很重要，但是其实啊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其实比肩运在所有的运里面你最不关心，你最不关心这个运、啊、也就是说啊你不会因为跟某人吵架了、啊、然后呢就你就一直想，越想越气，然后就去找命理师问说啊为什么这个人跟我会处不好。各位不会，你不会这样想啊、哦、林梦红你好啊、哦、你还会觉得说，哎呀我只要因为这样去找老师，他老师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很难跟人家相处、啊、哎，所以啊各位哦，你跟同事间，你跟朋友间，甚至你跟兄弟姐妹感情不好，你都不会想要去找命理师啊。所以你就会知道比肩这个运啊，在五运里面财官比食印哦，它是最不重要。虽然说不重要啦，你应该是说对于其他的运势来讲你最不重视它啊，不好就不好嘛、啊、会怎样，对不对？跟人家吵个架而已嘛。所以啊各位你就会知道哦，不是任何的运势哦都很重要，你要不要了解？不是任何的运势都很重要。甚至啊因为现在的社会观念比较多元化，有些人啊都会跟你讲啊，有能力的人哦都不喜欢跟人家交朋友。
哎，各位，是不是啊？有这一种的论调观点出现，那你敢说他错吗？啊，确实啊，真的就是有这一种人啊，对不对？他跟什么人都处不好啊，但是偏偏呢，人家他就很成功啊。哦，所以各位啊，你就会知道说啊，其实啊，运势来讲，以我们现在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三个：财、官、食、伤。所以这个啊，我称之为啊新时代三宝。各位，你不要小看哦，食伤受伤，在现今的社会，它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食伤受伤，它就很容易有这方面精神的问题。哎，所以啊，你不能说食伤不重要哦，很多人会跑去呢看心理医生哎。甚至啊，食伤受伤，它会出现什么卡因哦，碰到鬼，因为食伤代表你的思虑不正常了嘛，你会碰到鬼，人格分裂，精神病。各位，所以啊，以我们现在的社会来讲，食伤它反而呢变得很重要，印星反而呢没有像以往那么重要，它退而求其次啊。所以来讲啊，这个就是什么社会变迁所导致的。一个运势它会变化，那当然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以官运为主，绝大多数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啊，他都是什么打工领薪水的，他们都是以官为主啊。你不要说哎，可是老师啊，有些公司里面那些主管啊，他们的年薪都一两千万，那个还是看官吗？没有错，他就是看官，因为各位，他上面还有谁？董事长啊，这一些董事会啊，会限制他啊，他还是帮人家打工的嘛，了不了解？他还是属于帮人家打工的。那所以啊，绝大多数的人啊，在现在的社会都是呢以官为主，就是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以工作收入为主，所以你的财运对你来说啊，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不了解？它会变成的是什么？跑到人物上，例如呢，男生的财，他可能是感情、父亲；女生的财就父亲。那来说，平常财运跟他们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所以就算破财，他可能就觉得就只是呢花费比较大。各位，这是因为他们最主要财的收入是以官为主，所以啊。才跟他们没有太大关系。然而呢，你假如是啊，从事商业的这一块，你做的是业务，你做的是经商买卖，各位，这时候财运就会很重要。反观官运，退而求其次，名声不好，名声不好会赚钱就好了。所以呢，各位，同样是看钱，你看一般的人以官运为主，因为他假如没有工作了，他自然就没有收入。可是呢，对于经商的人，他的财运不好，他可能呢生意就不好，他可能呢就要大赔钱。他的官运再好都没有用。像之前呢、啊，就有一个老板他来找我，那我一看他的八字哦，官运很强哦，官运非常漂亮。可是呢，问题他是老板啊，老板是要赚钱，官运好有什么屁用？顶多说公司的管理比较有制度，或者公司比较大而已嘛。可是呢，跟会不会赚钱无关，所以啊，他到最后还是来找我啊，就是因为呢，他一直在赔钱啊。官运好有什么用？没用。所以各位啊，你就会清楚的知道，哎，原来啊，财官的差异在这一边，财官的差异在这里。所以呢，各位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拼命的时候，我们要去区分的。杨小姐，你要区分啊，就算呢没有。财最少也要个食伤嘛，白手起家的嘛，对不对？食伤去生财嘛，对不对？所以说食伤也是一样啊，可以赚钱啊。谁可以说食伤不能赚钱？可以啦，但是呢，跟财比起来，它就是呢，会比较怎样？跟财比起来，它就会比较弱。毕竟啊，财跟食伤它最大的差距是什么？今天呢，有人直接拿100万给你，跟教技术给你。你用技术去赚100万，哪个比较轻松？当然是人家直接拿100万给你嘛，那就是财运嘛。食伤是你凭本事去赚嘛，
所以啊，他们两个虽然跟财有关，可是毕竟还是呢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所以各位啊，你就会清楚的知道说啊，运它是有分的。然而呢，运有分，它还是要看你现在处的位置。然后你现在在工作，当然你就以官为最主要的判断依据。你现在是在呢经商，当然就是以食伤财为最主要的判断依据。所以从这一边啊，我们又可以知道，当你的位阶，你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你重视的运势又不一样。所以啊，各位，位阶不一样，重视的运势不一样。就算相同八字，你跟我一样的八字，各位，这个八字可能是在财运不错，官运很差。那你跟我一样的八字，你是在工作职场，问题官运很差，对你来讲，你就会觉得很糟糕。为什么？因为工作会不顺嘛，而工作又是你主要财运的来源嘛，你就会觉得很差。可是呢，只要对我而言财运很好，我做的是命理师，我的重点并不是在官运，我的重点是在食伤跟财，我就会说哇很棒啊，这个八字非常好啊。哎，同样的八字，但是呢因为位阶不一样，感受度不一样，所以啊各位你就会知道运它是有分的哦，它是有分轻重的，并不是呢一视同仁啊。所以这一点你们要搞清楚，了不了解？这一点你们要搞清楚，不然呢，到时候啊，你们就很容易陷入到八字哦那一些奇奇怪怪的观念里面，那么格局啦，八字是命啦，八字就是他妈宿命这一种的情况，各位想太多了，八字只是时间。一样而已啊，了不了解？出生的时间大家可以一样，可是呢，出生的家境呢不一样。有些人出生在好的家境，有些人出生在坏的家境，父母亲就不一样，那给小朋友的教育观念他就会不一样。所以各位你要清楚的知道说啊，八字它并不是一个宿命论，它还会随着社会观念的不一样，它会随着你的位阶不一样，它会改变。你要不要解？每个人所重视的都是不一样的运势，所以各位不要啊傻不隆咚的拿着八字就到处跟人家讲你这个命会怎么样，这个命会怎么样。你只要不考虑这些情况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你就会踢铁板啊，踢的嘣的一声，那么让你脚痛的要命。为什么？因为你把八字当绝对了。但是我说过了，八字它的研究都是呢用案例去反推回来的，这些都是套命。当然在刚开始没有理论基础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去慢慢累积理论的，但是你们要知道相同八字不同命嘛，所以呢它可能就只有很少部分会这样。等到你学会了，你要去验证，你去验证的时候你要怎么验证？你当然就是要去批出来，你才会知道你所学的到底能不能用，有哪些是对的，有哪些是错的，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去修正这一门学术。否则各位你就会跟其他人讲的一模一样啊，那你跟其他人一模一样，这哪有什么分辨度啊？你会跟我一样有我自己的看法，跟我一样有我自己的观念吗？各位，所以啊这就是什么，我们透过实证去了解的，然后呢发现到八字有这一些情况。所以老师跟你讲身为命理师，但是我跟你讲不用太重视你八字，而是呢要好好的去看你该怎么走。好，各位身为命理师还不是把强调八字很重要，那为什么呢？好，各位啊，这个就是呢你们要好好的去思考的地方，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